来看看，今天是给大伙带来一个这个《电神魔魁二》啊，其实就是《电惊》哎二啊，这个大概是这个剧情这个意思啊。乐百氏版呢，也是这两天常说啊，也是目前来讲最难的这个版本，也可以说成超级无双版，因为它毕竟呢，这个改了各种系统的设定，比如说不加血，比如说全关卡等等啊。而且背景你可以看到啊，非常的逗啊，经常有一些小彩蛋，我就不多说了。而这次呢，咱们选的是双人一命通关。之前咱们做过的一命通关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来自于我们的大虫子啊，还有这个男主小小鹿啊，大家伙都了解。然后再就是那个小小鹿的这个忍者啊，没有一命啊，这个当然当时我可能这个有点整错了啊，这当然呢也一样无所谓。这次呢是这个来自于我们这个一心一意和小小鹿两个人。大伙儿表演的这么一个双人一命啊，我也是第一次解说双人的一命通关。因为这个乐百氏版呢更新了版本之后啊，确实泰森的弟弟叫泰南，这里面很多人问为什么两个人玩只有一个人呢啊，这我也不知道。他俩的配合这个视频呢，就是从这个第一关的关卡然后 boss 处啊，然后才开始投币的。小小鹿呢选的是忍者，所以说刚开始我还是有点懵，我说为啥啊，精神病啊。最后呢还好可以看到这个呢连招一个空投男人第四个六。我跟你们讲啊，这个空投啊，男人第四个六这招非常赖。好的，再勾，这样的话死了，白闹了。为什么要叫男人第四个六呢？因为这个就跟红丸的那个男人第四个六是一样的，知道吗？啊，好，可以看到无双版上来就有这个大猴子，什么这猴子这可爱啊，这东西。好，来看看这个肌肉呢，为什么这个肌肉这个肌肉这个是男的吧，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了，真的。他上厕所是站着是蹲着，我不太清楚啊。你看啊，就打扮的头有点短，有点那种感觉啊，对吧，就是有点像老太太那种感觉。然后还是肌肉啊，还能把自己这个身体变大，这个怎么说啊。好，到这个关卡处呢，这个小小鹿上来了是吧啊。他上场了之后呢，并没有投币选择。好了，这回选了一个有想法。他是刚开始是想要选这个天使，啊，这个也就是第一代里面的那个怪物啊。后来就是破茧成蝶变成天使了。而这一次呢，上来选择了一个忍者啊，忍者就这俩人哇一顿空投，真赖，两个人互接玩个赖逼啊，都已经伤害修正了，还跟他扯什么呢？好，这俩人非常恶心，这不要爆分吗？28、33、32。这样的话两个人互相配合啊，这个非常有观赏性。他男人第四六的时候呢，忍者呢选择了一个普通头抓头，你看这样的话呢就重置了他这个连招系统的破坏，严格意义上来讲就实现了所谓的无限连赖逼啊。总体上来讲两个人打出差不多连击过关之后呢就会奖励分数啊，奖励分数的话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奖两条命，当然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卵用啊。男人第四六又抓出来又开始了，有小兵呢他可能觉得不太好整，男人第四六一个抓，这个都是无限套路的，这就是无限连，兄弟们，这个就是正儿八经无限连，扣过来再一个空投，男人第四六，太赖了啊！好，刷分如果要是为了爆分的话啊，你们看吧，反正看时间。这里面呢，两个人配合更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连的过程当中呢，那个可以长气儿，你看，那个可以长气儿，这就是赖逼啊！因为有这个伤害修正呢 ，boss 还打不死，可以让你实现无限连。不管是 boss 也好，还是说一些特殊的精英怪，比如说大妈，比如说刀男，都可以这个实现这种无限连。我们看看最后的奖分多少啊？因为他们连了点数并不是特别多，然后连了两次，最后的话啊，应该能有120-130万，每个人的话应该是有的吧？我们看看啊，奖分。好的，120多万，你看一个128，一个125，差不多啊，就是这个分数啊。这个，我好的，你看这就开始看出来有难度了吧啊。这个游戏呢不存血，大伙知道不存血，只有某些特定的地图给你血，这是第一。第二呢，再就是呢怪非常多，然后呢还会有一些精英怪，比如说有一些 boss， 比如第二关的那个武士的那个印家啊，拿这个大刀一个大刀片的那个。然后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咱们呢还好有一定的小吸血的能力，所以说你在残血的时候呢就算空血了回一点血还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放出 AC， 但是由于每一关呢都要打这个无限啊，就是要打这个打满。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一个电穿，看我看见忍者的这个无限连也是比较简单，他开始用这个血红色的刀男开始实现无限连，两个人应该有爆分的这个效果，应该有爆分的想法，对吧？好，男人第四六，前牵手。这里面呢，咱们要区分无限连和华丽连击。华丽连击呢，它并不是这个无限连啊，无限连是利用一个重复的一个破掉这个连招机制的这个 bug， 然后呢实现这个连击。比如说投技，但凡有投技的就比较好。你像那个黑骑士就比较面啊，对吧？黑骑士比较面。但是咱们这里面呢，要说这个空投啊，就不得不说这个忍者和这个男主啊就非常爽。大虫子的话呢，就单体爆发非常好。这一手呢是 AC 必杀，有的时候这个 AC 必杀不要慌，因为这个血量呢虽然说过关不给继承，但是经常会给你这种大肉腿啊，还有一些特色的补，什么芒果布丁之类的啊，所以说也不要慌不要虚。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是不是要连一下，投技摔过来一个空投，然后前前手没连上，非常的丧啊，这个非常的丧啊。兄弟龙王还解说吗？今天应该解说不了了，因为今天这个龙王无双版啊，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的。这个龙王无双版我估计啊，应该是能打很应该确实是能打很多，比如说他能打这个两个小时应该没有，但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的我不知道。他万一玩到一半，然后打到一半然后失误了又从头开始打，我就不太清楚，得抽时间去看一看这个龙王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好，这个地方呢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是一个奖励关，这个呢两个人没有打啊，总体上来讲呢确实也没啥意义，加那点分还不够塞牙缝的呢，知道吧，加点分不够塞牙缝的，不用加，然后呢也不用竞技，也不用搞这个事儿。我们看看直接飞过来，第一关呢，第二关的 boss 呢是要打两遍，第二关第三关第四关啊都是要打两遍的，这个没有办法。我们看看这个图，这个那边有一个氢气球，还是一个大鱼的气球啊，非常帅啊。好，应该叫热气球，不应该叫氢气球啊，说错了。其实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忍者的这个必杀也是非常帅，感觉跟发了一个大波似的，嚯嚯 Hadouken Soyouken。 好了，一手加气，来看看这个 boss，这个武士 boss 每一个地方都会给你啊，然后就开始被虐了啊，你看开始被虐了，这你看这一套招打这么多血不打了，为啥不打了呢？因为没有意义啊，伤害修正了，完事，投技一摔，一个必杀扔过来，然后这边接必杀，蹬一腿前前一个投技吗？没有。好的，非常秀，俩人非常秀啊，这俩人小小鹿就不用说了啊，是电神魔魁二的第一大神啊，就不用多解释，但是确实赖逼直接抠死 boss， 死的比赵瑟他爹还惨，有点赖的啊。 boss 数没有小兵，哎，这个游戏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包括最后一关的 boss 啊，你除了你要打得快的话，小兵还没出来 boss 就死了，这个贼嘚啊。但是你要打得慢，你看过关了不给加血抠，哎，过关了不给加血抠，你看那个忍者的血量瞅着就对吧，有点难受啊，感觉要死啊。这个地方呢设计的挺逗，刚开始呢火车一脱节，然后不给车，这个一看就不是火车，这是动车，动车怎么说，老板啊，扫老板上厕所啊，哇，这个哈都很，你看左一个鸟右一个鸟，整的有点像那个，我给他起个名吧，好血寺一族里面那个牛名字叫破鸟财藏，好不好，对吧，反正也听起来有点跟藏有关，什么半藏什么服部半藏什么的，乱码细造的。你像那个包括那个东方不败里面不就有一个叫服部千军是吧，那个千家乐演的。好，沉默之龙没见识过啊，第一关和第二关的 boss 永远都会出现在这个游戏当中啊，非常的狗。你说是把人扔到火车下面就摔死了，我能理解。那你既然能把人扔到火车下面，你为什么不往左边扔，往右边扔？我就是这个事儿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一个投技，我为什么不能抓着他横着扔？哎，这个事儿谁？不是说我狗啊，我就想请问一下，
你说，比如说他吧，你就不能往车下面扔吗？来，你说，喝茶水吧，用这个喝吧。来一杯82年的茶水，骂傻子啊！老头是怎么进到飞船里的？啥飞船呢？好，来看看接下来啊，这个讲命啊，就第一关完事就讲命了，这个都懂，对吧？都懂。好，又是你，哎，他这个小滑板挺有意思的，哎，这个滑板现在有点东西。好，金牌鳄鱼，哇，这鳄鱼一吃10000分哎。好吃，一看就它不是好，它应该是个纪念品，一个旅游纪念品。好，跳下来。这个超时空战警女的，这个女的有彩蛋啊！一会儿呢，另外一关的时候呢，在这个泰国的泰姬陵，泰国的泰姬陵。好，这个，哎呦，我有这个必杀。这个必杀好像看起来没有无敌判定的感觉啊，打过来之后可以把人定平，你看不看见？踢到人身上，这个人定在空中了啊，有点东西了啊。老头是怎么进到飞船里的？合金弹头的人质老头，那就是人质嘛，那怎么进到飞船里的？人质嘛，那这东西怎么说啊？对不对？好，来看看加了个生命。哇操，这个忍者确实帅啊，一个什么玩意儿，一个鸟，然后再加上一个龙，对不对？你说这些人明明有刀有枪不用，非得用普通攻击。又是 boss， 来看看，走过来。仙剑流程是新仙剑啊，仙剑一的这个优化版。好，又是典型有空投，我们看看这关，哎，你看，先是西部牛仔，老牛仔都有皮靴，有我玩有啊，牛仔都有皮甲，我有，我操，这俩人不要个逼脸，怼着墙甲一顿干，要不是触发了剧情啊，要不是触发了剧情，又一直无限连的，赖逼的啊，你看。啊，他这个应该还是两个人不点吗？啊，这是一个全景，你看，这是一个全景 VR， 哇，这个有点东西，这个全景 VR 是有点东西的啊。好，来看奖分的话，300多万，两个人奖励关还是不打吧？啊，打吗？没有意义啊，快进！哎呀，你还打？鱿鱼呵呵，这鱿鱼真的，我就涮火锅啊，吃烤串，这个乌鱼仔是真好吃，但是就是太贵了，一整就是一个就得好几块钱一个。好，我们看看传说中的这个泰姬陵啊，这个房子里面，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情况啊，我随时准备暂停，我随时准备，我感觉他俩是有恶趣味的，知道吧？随时准备暂停，那个姿势我觉得也挺好，我经常使用那个姿势的啊。单手抓住女的的那个手，一只胳膊，然后呢，从后面，然后，以下内容呢，只有付费之后才能观看。如果大家伙想要继续收听，请赠送礼物，好吧，我不多说了啊。没人用大蚊子，是大蚊子确实厉害，大蚊子一命通关也是乐百氏版第一个。新版乐百氏版第一个这个通关的一命通关的就是大虫子。好，我们准备好。哎，完了，哎，好，你哎，其实这个真狗，我发现这个一批，你看这二批小小鹿啊，他懂事儿，你知道吗？他不，我跟你说，打扰别人的好事如同杀人父母，我告诉你，知道吗？这哎呀，这个一批是好恶心的，但是我们通过细节可以看到，这个男人很惊愕，摆出了一副啊，哎我操，就这种感觉啊，这然后这女的这个姿势，你看啊，
左手抓住他的胳膊，然后他右手扶着地，然后你就真讨厌死我了，真是精神病，真事儿，你把他杀了都真事儿啊，你这侮辱他，讨厌，对不对？好恶心的这种人，啊，男人低色了，啊，又是一只鱿鱼，这个鱿鱼一天天老在这儿待着啊。传说中的观察者，就跟漫威似的啊，漫威有个叫观察者的，但是呢每次都干涉别人，所以说给他起名不叫观察者，就干涉者得了啊。他每次都偷摸看，就有点东西。好，看看。哎，你看这个必杀非常帅，打完之后有一个定型的动作，对吧？有一种那种就是，有一种那种打完了之后，然后啊那种啊，就是那种特效攻击特效，经常电影里面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唰练一顿招，然后一刀，然后对面那个人啊，就这种感觉，就是好比就是那个国产007里面那个周星驰，对吧？这个008啊，这个007也零零发现了，那是大内密探零零发007。对吧，咔就一刀拼，然后那个司令回头把那个面具一摘，你这是什么刀？杀猪刀啊，专杀畜生。然后呢回头走了几步往地下一跪，然后就喷血死了，就是必须要显示其武打威力，你知道吗？就这个东西设计的非常好。好了，看看，哎呦，这个必杀又带火又带电的啊。忍者的 C 是小啊，忍者的 C 是属于这个叫什么？叫小飞镖。忍者的 C 是飞镖 C， 大声呐喊奥利给。好，感谢我们的阿明桑赠送的一首饭卡。怎么说啊？今天晚上小礼物不断啊，有点东西。好。感觉这里面这个男主的这个前前手非常帅，他这个前前手就是一拳打两点判定，这个招呢飞腿呢就是好，可以看到这个忍者必杀一个大碗宽面。大碗宽面啊，非常逗。那里面有好多，这里面有很多补啊，都不知道是啥。恐龙快打呢最近我也摸清楚了，有很多种补。三国战记呢也是，对吧，也能看清楚，这个这里面这有很多。那红色的一碗是什么呀？是大碗面，应该不是，面条时间长容易坨。那不是面是什么？是煲仔饭，对吧，是烤肉拌饭，对吧，这里面有烤肉饭蛋，烤肉拌饭加蛋，还是糖心蛋啊。这地方有机关啊，你看这个是啥，我感觉这个就应该是牛肉饭，是有点像面条，对吧，有点像面条，它是方便碗面，你看啊，它好像就像方便面似的，还撕开了一个角，你看没看见，这到底是啥呀，这个牛肉罐头，对吗？这还是那个巧克力布丁，巧克力圣代，大哥补都不吃了啊，就是没费血无所谓。好，昨天看狼嫂玩了两个小时淘金者，狼嫂也可以玩啊，我就是怕自己坐不住，对吧？今天我是下午3点直的播，我早点直播更好。我如果早上8点直播，然后狼嫂先来一首淘金者，然后呢我睡觉，等我睡醒了，对吧？能晓得吧？啊，一道隆咚锵咚锵咚咚咚咚咚咚，八道隆咚锵咚锵咚咚咚咚咚咚，嘚儿塞嘚儿塞。一直不知道西游记一代里面水果是干嘛的，加分的呗。超级方便杂烩饭，对吧？一首荡气回肠的猪大肠里面。好，这个就是正常的连招啊。这是正常连招，这个不是无限连，但是他没连好。
这个就是无限连范畴了啊。好，哈哈哈哈哈，这个太惨，好，这就摔死了，勃勃了啊。好，又是大碗宽面，加血的，这确实加血的啊，加血的加一丝血，呵呵呵，有很多《三国战记》里面也有很多特殊的加血的，比如说有什么，大伙看的什么麦穗，还有什么毒草。好，一只大金毛子，这个地图呢就是传说中大伙非常熟知的云友啊，云友壮族自治区，什么人都有，这地方很逗啊。好，男主一个劲儿的单挑，就是在跳起来。你说你人再牛逼，你咋的？你甜心假面呢？这都人家大机器人都已经是机神 G4 G5 了，你这一顿拿拳脚踢人大机器，你不怕脚给打碎乎了，对不对？最后一个必杀啊，你可以看到啊，像高手打这个 boss， 感觉跟玩一样，没什么区别，真事儿的，牛逼的要死。香蕉水果的好，这个我操，这个有点东西啊，有一个机关，但虽然说不费血，你看打掉那个东西之后呢，一个钟掉下来，好的，保险柜，这保险柜里面加钱，这里面这个是日本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地产文化的，这个是地小地藏王什么不是什么的啊，供这个小泥人，经常看有些电影里面就有这些东西啊。好，感觉双人确实比单人简单，我实话实说，因为本身这个版本啊，咱们又不像说像有什么这个版本有 1v2 1v3 什么的，对吧，这个没有说 1v3 就 1v2 什么的，但是呢确实是这个版本有它自己独特的东西。好，这个乐百氏版的话难是难啊，好的，有 iPod， 有 orange 啊，这水果都有，也加血，对吧，还有一个那个是金色那个，我一直以为就是芒果，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像不像芒果，对不对，一个小水瓶也加一个多，好，这箱子里面有东西啊，好，一个加气儿 power， 好了，又是危险，他开这个吉普车打掉之后应该掉东西。好，这是啥，仙人球，又是这个武士一个空投，他这个男主这个空投我觉得打人特别疼的，打爆，哦，没有啥东西吗，居然不爆东西，爆了个东西，然后这个大鳄鱼长得贼可爱，你看爆了500块钱，相当的可爱啊，一二三一顶，一二三一扣，又来了，又要刷分吗？两个人现在都是500多万啊，这才是正常的话呢。咱们本身是一共是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第四关，一共5关。目前为止呢，咱们是处于第三关的关卡。但由于呢，咱们要把每一个关卡的这个两个路线都打完，所以说正常的话，咱们现在应该是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第四关、第五关了，已经是第五关了。往后呢，第五关完事之后呢，还有3关，也就是两个一样的同一个路线打完之后呢，就是再加上最后一关。最后一关的话，只能打一个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该刷分啊，他们还是要刷分的。这个最后能不能爆分啊，你们也懂的，想爆就爆。这个游戏想要爆分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好，看看今天不玩劲乐团吗，我今天下午玩的劲乐团，但是虽然说我一会儿还想玩劲乐团，怎么说，我一会儿是玩劲乐团还是玩三国群英传啊，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包子还是说芒果布丁还是什么，还是鸡蛋，还是我不知道刚才那个是什么，你们谁能告诉我刚才那个就是什么，反正我不知道，反正补血补的还挺多，真的补血还挺多的啊。一二三一扣，不是三国群英传，关键是我一玩没头知道吧，三国群英传二我尽可能克制，我都戒了，然后你还让我玩，好了，非要装逼，你把你队友扔了，来看看这个地方，这就是爱，你看这就是爱啊，我们你看啊，这个胖子和哎
这个胖子和这个女孩就是有一段纯真而又美丽的爱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孩虽然说作为坏人，但是没有办法，她没有选择，但是呢她是一个坏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呢她也有她的爱情。这个胖子呢，尽管呢可能形象上并不出色啊、非常的肥胖，但是呢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两个人非常的，对吧，有点像那种感觉。我相信他们两个可以从这个十八摸一直唱到夕阳红，可以爱情到老，有点东西，对不对？这一首我们可以看到，又是刚才这个机器人干他盘他就完了，没有小兵的 boss 根本就没有灵魂啊，对不对？凭啥说他是坏人？对，其实也是啊，这个哎，这别的游戏也就算了，这对吧，因为咱们以自己为主体，自己的对立面就是坏人，理论上是这么设定的，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游戏的设定的话，真没法说，因为这个游戏设定的话呢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兄弟们知道吧，能晓得吧啊。比如说第一代里面咱们这个魔魁的这个角色，他的这个角色就还不是这个角色啊，第一关的 boss 是第一关的 boss， 跟这个男的还没有关系，那俩招式是一样的。然后呢包括第一关的 boss 里面有那个练那个叫柔道的吧啊，练那个就是投技那小子啊，脚里还能踢出一个波，有点像气功又加柔道加什么散打那种啊，就是街霸啥的。然后外加一个机器人，那在一代里面都是 boss 啊，现在这里面变成正常的了。除了那个黑骑士一代是个 NPC， 到这个二代里面呢，就是黑骑士变成了一个可以用的一个人。但是而且黑骑士还有一个非常绝妙的一个对话啊。在一代里面很多人问他你到底是男的女的啊，这黑骑士回答说你就是没有必要知道啊，据说黑骑士好像是个男的，他也是机器人。那一代里面呢他是一个喂，我是一个平凡主妇黄脸婆，每天都要烧饭洗衣还要出去干活，就那种感觉，对吧？到这一代里面咱们一看，喂，我是某某酒店的公主，被啊，客人几杯黄汤下肚就想吃我豆腐，就那种感觉啊，这里面就变得非常性感，还是因为性感，对吧？有点赖。啊，这个性别定位啊，就是很多作品里面都调侃这个事儿。火影忍者里面不有一个白，也是个男的啊，看起来就跟女的没什么区别那种，对吧？这么漂亮一定是男孩子，我说错了吗？啊、嗯，好看看。对，就没有说什么好人坏人，但是反人类一定是坏人啊。而且呢这个损人不利，哎，其实世界上很多人说有没有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人，其实你又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不利己，对不对？比如说有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这个咱们听起来感觉不可思议，但是呢他会利己，为什么？他做这件事儿就有原因，他的原因就是他利己的这个原因，这没法说。但是呢这个坏人嘛确实多啊，但是好人更多，是吧？你看那个这个英雄本色里面，对吧？但是不是英雄本色一，好像是英雄本色二还是三，我忘记了啊。然后呢这个二和三里面，就那里面就有一个 boss 叫高英培，是不是啊？不是，是 boss 吗？不太清楚啊。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经典的一个语录，就是告诉你啊，就是对吧，你以为好人就会有好报吗？对吧，最后他被枪杀了之后，这边还给他一句话，就是那你认为坏人就一定会有好报吗？啊，反正是就是这个意思。总体上来讲呢，绝大多数电影都是好人获胜的啊，就是所谓的好人，至少他会告诉你你是好人啊，就是让你觉得你是好人。这里面就没法说了。好，一顿 C， 这个小东西啊，用 C 打掉就可以，不用掉它。有你心里爽了，对呀、啊。心里爽了就是爽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小狼直播间里有时候经常，你就比如说像那天那个九阴真经啊，一个劲儿的就搁这说话，那么感觉就是这么感觉，好像是脑瓜上驴蹄的一样啊。他为什么？因为他说出来他爽啊，对不对？这个事儿你懂吧啊。有的人就看那个像有点像刘老根三里面就是咬老婆蛇一样，对吧？就是咬老婆蛇那爽啊。你看那个情深深雨蒙蒙，赵薇爱上苏有朋，就那个电影里面不就是吗？那个叫孟萍啊，对吧？孟萍好像是被孟萍被强奸了，是不是？然后孟萍被强奸了之后呢，被强暴了。然后呢，孟萍跟那个如萍说：“我被强暴了，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对不对？然后就守口如瓶了，然后就守口如瓶了，然后这个如瓶就跟何书桓说，说他被强暴了，然后呢一定要保住这个秘密。然后何书桓呢跟赵薇跟那个一萍说啊，这个被强奸了，真是服了，这个他妈的这玩意儿他妈要不说没法说啊，这所以说啊，你就有过一把嘴严的瘾，对吧？这个嘴严是很重要，尤其是给那个好，你看背后是惩罚者，加上鱿鱼，是不是？就说彩蛋啊，守口如瓶，是他妈的是指挥人，有的时候吧，精神病啊，而且有的人打着哎，有的这种人其实挺可恶的啊，他打着对你好的名义，就是我是为你好。啊，我说你是为你好，我打击你，告诉你为你好，真是服了啊！你要是爹妈啥的，那还有叛逆期呢，这个那个的，对不对？甲方乙方那个也是玩梗，对吧？打死我也不说，就是玩梗，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让你能守住？就是你。你虽然说你自己知道你没有守口如瓶，但是为什么你守住了呢？因为你让别人感觉到你守住是什么感觉、哎、嘴是真硬啊，我告诉你，对不对？昨天刚通关仙武前传，仙剑奇侠传我就玩过一，我玩过三，应该整体剧情没有超过五分之一，我就不玩了，劝退了。因为那个时候有时间就玩网游，谁玩那个单游，对不对？当时是那么感觉的啊，现在想想都后悔了，真的啊。面条是练手指的独立性。我金乐团，我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进步了一点点，当然只是进步了一点点而已啊。这个越往后吧，进步越快。就现在你们看我玩的这个技术，你们现在就是按照我的训练方法啊，你就每天玩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之间，然后你一玩就玩两年。这么说吧，你超过我是肯定的了啊。当然越是小孩练越好。如果要是从比如说从五年前开始。一个12岁的孩子开始练，一直练到现在17岁，我只能告诉你，他现在牛逼的要死了，真的。这俩人开始，他本身就要秀。好，你看这个鳄鱼物偶，这个布偶，来看这关的 boss。我有一个邪恶的想法，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 boss 到底是什么形象，他到底是啥呀？你看他的这个嘴这个地方呢，像菊花似的，菊花残，满地伤。好的，这你像又像蝎子又像龟，对吧？而且就可以往里堆，前面长了一张嘴，来看看这又就变成一只又大夹子，机械型的，对不对？精神病啊，听见吗？精神病啊！棒棒棒棒。啊，北海哥说看不懂啊，少妇哥，我感觉啊，就是哎，大家伙说啊，这个北海少年爱少妇这个名字啊，就是咱们也是非常支持我狼的老伙伴了。就请问一下，咱们正常叫应该怎么称呼他？两个字，你是喜欢管他叫北海哥，还是叫少年哥，还是叫喜欢叫四个字北海少年，还是喜欢叫少妇？我感觉就是少妇哥这个啊。好，感谢我们的这个取个名字好球范啊赠送的2张办卡。非常感谢啊！这一手办卡差点坠了啊！感谢办卡，感谢。好的，我们看看。你看，我也是憋了好长时间了。大家伙知道啊，其实呢，我并不是懒，我也不是没有能力，我也不是没有心态。其实大家伙看到啊，其实如果你要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我吃完饭回头解说视频、解说这个游戏到现在，你会发现，其实我解说的这个实力还在，而且这个。控节奏我感觉还可以哦，作为这个长时间做长节目了，你想想我现在解说多长时间了，你懂啊，懂晓得吧？所以说这个能力还是有，到以后我主持一档节目可能得收点钱啊，兄弟们，收钱太不容易了，难受啊，对不对？厉害了。现在已经属于鬼，不是爱少妇怎么了？爱少妇很正常，我实话实说啊，我有一个哥们儿，我这不是无中生有，是真的有。这个哥们儿我都可以叫来对质的，哪天我就等他来，我就采访他一下。那个哥们儿呢，就是我就不说叫谁了啊，我就不说叫啥了，确实是，
他就跟我说，他就是，虽然说他媳妇儿比他小，而且他也很喜欢他媳妇儿，但他内心里有潜在的欲望，他就是他喜欢，就是现在就叫喜欢姐姐，啊，喜欢姐姐，对吧？他不是说非得喜欢比自己大的，你就是他就是喜欢姐姐，就是他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喜欢那种三十五六的那种，不是他的意思是他喜欢的，不是针对某个人，比如说有个少妇，然后跟他。然后关系好的很多人就认为他喜欢，不是的，他就是有很多认识的，就是他都就是他这个喜欢还不是像大家伙说那么猥琐，就他就是觉得喜欢，就觉得这种女人就比较懂疼人啊，就比较心疼小伙。然后你很多人肯定会说了，那就狼，那你说那啥，那你说他现在还喜欢吗？对啊，他现在他三十一二了，他还是喜欢三十七八的，真的。那我估计可能他。他到五十了，他也喜欢三十七八的，他就喜欢这个年龄段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对吧？那如果说是我说这个喜欢可不是猥琐，我不是说为了投喊说女人什么的，没有，他是真喜欢。他跟我说了，他说了，我不是他说他这个东西不是猥琐，也不是针对谁，也不是说我有一个心仪的一个女朋友，但是他岁数大了，我希望大家伙能够接受，我能找他处对象，不是的，他就是真的喜欢这个年龄段的，不知道为啥，真的，这都是故事啊，都是。但是呢，那个年龄段应该不能叫少妇了吧？那都是那个夫妇前犯啊，什么什么那个人妻不伦温其实被道德出解禁啥的，都这个啊，那就是那个好，那个一言不合就开车。但是呢，哎，怎么说，黄而不色，色而不露啊，总体的来讲能过审，哎，谁也告不了我，怎么说，哎，这就是文字的魅力，让你说到你们大伙起反应了还举报不了我，你说气不气人，你说啊。这么说，来看看一会儿啊，这个又是打那个一个，又是一个邪恶的想法。这个 boss 有点东西。哎，你看这一桶猫20000块钱，有点贵。喂，我是一个平凡主妇黄脸婆，每天都要烧饭洗衣，还要回家干活。虽然老公不爱我，每天脸上贴柠檬。就最狠的是害我买一大堆洞洞内也都没有用，我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这句歌词到底是啥意思，什么叫，后来我才知道买了一堆洞洞内衣啊，就是四太狠了啊。我们看看，来，这个每一关都要打，这是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倒数第二关，那个 boss 还要再打一次，然后最后一关的话剧情是最长的。总体上来讲呢，他们打的速度不算慢啊，就是因为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其实不刷分可以，他俩还是偏娱乐玩法。如果是双人速通不刷分的话呢，那就应该更快了。我估计应该是这么说，45分钟以内应该有机会啊，我感觉啊，只能说是有机会。开车狼根本不看弹幕的，不能。哎，我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对吧？说了这么多这个14禁的，为什么大家伙没有礼物？我实话实说啊，我这个人以前我都非常隐晦，我虽然说呢，我以前我都是暗示，或者说是我不好意思要，现在我这个人对吧，我也是三十来岁了，我也不能这个脸也该要不要了，大家伙我都不得不说啊，你对吧，你不给火箭不给飞机不给办卡我都能忍，就那个什么小荧光棒啊，弱鸡赞啊，从那些女主播大主播手里面抢到的那些宝箱呢，就不能给我送一点吗？啊，那么狗吗？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对不对，这都实打实的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滴水之恩我要矿泉水相报，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个性格，对不对？啊，非常感谢我们的阿明哥给我一手办卡，逼逼来来就是我说了能有100000来个字儿，只有换来一张办卡啊，也算是迈出成功的第一步。好，你看这个猴子被吃了，啊，这东西嘛他也吃猴子啊，这个游戏都没见过，真假的，这游戏小时候游戏厅很火的，对吧，这游戏上手不难，真的上手不难，玩好了就是难，但是你玩的特别特别好了，你又觉得又不难了，这就跟那个玩那个战国传承似的，那个战国传承三，对吧，看起来上手好简单的，然后玩的下去就发现好难啊，然后当你会玩个逼型的时候，你发现好简单啊，就这个逼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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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像这种机械类的 boss 吧，其实你打他都可以无伤的，他根本拿咱们一点招没有，
对啊，包括最后一关的 boss， 这个游戏打 boss 是真简单，因为 boss 啊，你只要有套路，他不召唤小兵，他没有小兵，哎，怎么说，对不对？泰森的弟弟叫太简单。好，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啊，大家伙记住啊，你看现在的话，他们可以摊分，个人感觉呢，800万，然后想要爆分的话，再打将近200万吧，再打将近200万就可以爆分了，有点东西，对吧？就明显啊，对吧？你抓周树人跟我鲁迅有什么关系？滴滴当当当当当当，祖母妈呀！好，哎，我有点饿了，兄弟们，真的，我这播，我实话说，我播着播着播饿了，播多也结一。啊，感谢我们的遗憾无法说赠送的3张办卡，嘿嘿嘿嘿，来了老铁啊！今天咱们不吃好的，不吃贵的，来吃两个嘎巴脆的啊！都说洋葱它很辣，到我这里我得盘它啊！美食界里我老妈，今天吃个哈密瓜、臭豆腐、腐乳，加点臭卤虾，啊，真事儿啊！我再喝小酒，不来点吗？一会儿我们来点吧，一会儿我整点。一会儿整点也行啊，俩会儿喝点，我们有酒，但是我害怕我喝着喝着喝上听了，怎么说啊？而且喝完酒了没法玩劲乐团，真的，喝完酒是没法玩劲乐团的啊，知道吧？好，这个我遗憾哥又来两手办卡，哇，这个要上听，好，一个玩偶，血色刀男。其实吧，长时间你看，长时间解说吧，它就是这个有点这，很多人说你是江郎才尽也好，还是黔驴技穷也好，没法说。这个你好好的准备一阵儿，准备几天的这个内容，包括你自身的能力，什么梗你也不能老说，对吧？你左慈那可能是灵魂了，那但是你也不能老你就啊，我申请一个世界吉尼斯纪录，直播10个小时，然后就捏呀，从头捏到尾。啊，我对吧，创造世界吉尼斯纪录学左慈最多的男人没有之一，怎么说这个行吗？过分了是不是？兔子今天生日，哎呦，真的假的啊？兔老板过生日啊，那你正常啊，兔老板如果在牡丹江就可以，对吧？可以给他包场过生日，对吧？我在牡丹江，我就拉下我自己老脸给他找两个小妹儿。拉倒吧，再就算了啊！现在没招啊！你现在牡丹江也白扯。好，其实牡丹江，我实话实说啊，就是如果不算那个返乡人员这个隔离14天这个设定的话，牡丹江自由度还是蛮高的。而我们这里没有自由度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真的。我今天我们警察上这个社区这个民警啊，这个上访我们家，爬7楼，兄弟们爬7楼上访到我们家，然后呢登记在册。说句实在话，警察对吧也很辛苦啊，这个就是，所以说一到这个，对吧？这种特殊情况啊，都是咱们像什么一些这个警察呀、军队呀、什么医护人员啊，站出来啊，为大伙做福利的。你像咱们现在觉得家里憋得很惨，人家呢是人家上班，人家出去，然后出去专门干这个活，对吧？就是多难受啊！生日快乐，兔老板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感谢我们的遗憾哥啊，一首666乘以10。生日快乐呢，这个但是呢不好说。哎，你今天过生日啊？明天我妹妹过生日，明天是2月2龙抬头啊，明天我妹妹过生日啊。但是兔老板跟我妹妹岁数差太多了，否则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妹妹非常喜欢军人啊，哪怕是退伍的，但是呢我妹妹岁数太大了，我妹妹比我小1岁啊，小半岁啊，仅仅是半岁，能晓得吧啊。所以说呢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他是属龙的啊，这个小逼崽子就算了，再见，拜拜，拜拜，兄弟啊！好，我们看看
一会儿这个走到最后一个路线啊，这个还好吧？我跟你说，电神魔魁还好。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啥？就是那个惩罚者啊，兔子应该知道，那逼游戏，基本每次都不过审。这个游戏就是封面经常不过审，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不喜欢这个色调啊。啊，看看，不是这个游戏声音小，是我调小了。这个不对，对，游戏就是声音小，游戏声音大的就是《恐龙快打》《合金弹头》这两个游戏，就是你会发现他逼来的，他，对不对？在牡丹江师范学院上的大学，想当年我差点去这个学校，如果去这个学校的话，郎嫂我就不认识我了，真的就可能不认识我了啊。但是冥冥之中也未必，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但我要去，我这么跟你说，我要去牡丹江师范学院的话，凭我出色的才能和英俊的面庞，我感觉啊，现在坟头草都长太多了，因为大伙都知道啊，这个太累，对吧？这个档期太多，我真的实话实说，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没有找不到对象的男人，就哪怕你长得像柯震恶一样啊，你也照样能找到对象，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就都是故事。你想找到对象，就是真的。国色天星找不到，但是随随便便啊，有点东西。师范学院是很，你像我有个哥们儿学机械的啊，有个哥们儿学机械的，有一个学土木的，学建工的，哇他妈的，他真的他们一个年组一共有四个女生啊，服了，这个对吧？然后你再看那个，这个幼师啊，学幼师，学这个。就是卫生学院学这个护士的，哎，全是女的，啊，全是女的，学师范的，有点东西啊。那你长得像谢逊，那还有人喜欢呢，对吧？你金毛狮王谢逊，一看你就是真的有容乃大的，对不对？你如果长得像柯震恶似的啊，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对吧？也很特，对吧？咱不是嘲笑柯震恶啊，但柯震恶是有点东西的啊。真的，柯震恶说句实话，打架是没赢过，吵架是没输过。我告诉你，你如果有柯震恶的口才，我告诉你，就有点东西啊。好，溜了，这个兔子没赶上好时候，我告诉你，真的，兔子溜达的有机会啊，对吧？你就看我，哼，怎么说呢？为什么是柯震恶不是庄巨贤？柯震东的哥哥柯震恶。这个游戏叫《电神魔魁》，这底下写的很清楚啊。那白字虽然说看的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但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啊。其实它就是电精老电精的续集，电精，对吧？电脑的电，精子的精。电晶，这个也是有一个人工 AI 啊，就是好哇，这个忍者的这个 AC 确实帅，忍者的 AC 感觉像打了一个特色的法阵一样啊，有点东西。赵金龙，啥？对啊，你姓啥？我姓赵，你叫啥呀？我叫赵云，字子龙，哪个子啊？那个就是子，这个吧，这个子系中三郎那个子啊，哈哈哈哈，啊，就是那个庐山升龙霸强奸雅典娜的那个赵子龙呗，不是，那个是紫色的紫，我是那个金子的子，哦，赵金龙啊，哈哈哈哈，啊，就是这么个赵金龙是吧？好，又开始了，22秒开始秀，怎么说？男人低色了，要报分吗？啊，其实通关也可以报分的。我感觉这个肌肉男真的招谁惹谁了？这肌肉男啊，无敌了都啊！男人低色了，跳 AB 伤害高，可是人家已经那个什么了，人已经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叫伤害保护了啊，都是80多连，那他的意思就是通关的时候报分吧，现在这个有点晚了啊。男人的色流，
那跑 AB 队，前前 AB 就一个空投，这个空投你们看不像今天晚上我刚开始解说那个双截龙格斗，就是那个双截龙格斗里那个 Maria 一个，他也是前前抓着人脖子一个扣一个投技一样的，你们想你们记不记得有这个印象吧啊？好的，还剩下最后一秒钟，一个必杀 Hadouken， 好，费血了，开始费血了。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哎呦，这个蛋糕，哇，这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血啊，兄弟们。很多人说为什么 time over 了啊？ time's up， 为什么他时间到了没死？时间到了是废血，这个设定呢跟《三国志二》有点像，《三国志二》也是时间到了废血，并不是会死。来看看这个 Charles 叉博士啊，这个 X 战警，这个思维控制，好，这个就给这防着，这黑铁头盔就给这转。哎，防着也不费血，防着也不费血，然后这边就打 boss， 我操，这个赖不赖啊？这个真的赖，我操！十二改名的时候还有信吗？不知道。好，第二形态，彻底钉。十二改名，好像改名了，不是，好像已经改了吧？但是还是叫十二。啊，我就是说要改成什么什么大学，什么大学，我有东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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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好像有这么个说法，我在姓说要改，好像也已经改了吧，我忘了啊。彻地钉，870万过关，应该是刚才他们连了都将近100连了吧，过关的话应该是要爆分的啊，过关爆分，不用多说。好，一顿找。南江大学他是某几个班海林了，但是呢半死八活的。我还去参观过啊，我是去参观过。是我当时我们老师说让我陪着去，我跟郎嫂然后陪着去了一趟，我坐车去的。啊，开车去的。什么好像是有化工，不是机械，不是什么建工的啊。好，直接怼死了，可以看到这小兵刚出来就死了，老惨了。好，可以看到最后来吧，唠嗑吧，啊，约谈，这样的话就通关了。我们看看啊，这个分数奖励的话，最后应该是要爆分的啊。你可以看到，9999啊，没，哎，左边的爆分了，右边的差那么一点点，差一丢就爆分了啊。左边的是9999990，然后右边的，好了，这样的话约谈。这个感觉这个男主就是镭射眼。啊，有点帅，有点东西的啊，确实是。好，那么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变神魔魁，一会儿呢肯定是得有一个什么人工什么性无能，然后借金王有个尿，有个尿啥的。好，不多说了，最后也是感谢两位高手啊，小小鹿还有他的小伙伴，这个打的这么一个双人一命，很秀。最后呢爆分呢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但无所谓啊，本身大伙都知道这玩意儿没什么说的。在最后呢也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啊，同时一键转发收藏评论。我们下期再见。